吃音乐，快来快看快看，快快点，快快点快快点。这是流星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快录啊快录啊，你快录啊。流星流星彩色的加油星星流星。四月二十一日，上海牟德利钢琴厂旧址一栋建筑出现坍塌情况。事发时，该楼正在装修改造。此钢琴厂见证钢琴在上海的百年发展史。二十二日，财新网报道，位于上海杨浦区江浦路627号与杨浦区政府办公大楼仅隔一条单行线惠民路的地方，原本是牟德利钢琴厂厂房，目前是易鹏会的创业园区的一号楼。该楼正在装修。知情人透露，21日早上，保安和装修工人听到异响，楼内人员随即撤出。等到7时许，一声巨响，该楼四楼东侧坍塌，碎裂的建筑物品落入三层，震碎三层的窗户，还有一些碎砖块落到底楼两侧的地铁出口小广场以及楼后的过道。居民向上海市电视台表示，事发时腾起烟雾，瞬间淹没了附近弄堂，涌向街道。前述财新网报道称，21日傍晚，事发点路段已封闭。前来围观的附近居民说，当时没有看到伤员运出。消防人员和园区保安也称没有人员伤亡。现场装修工人、保安说，发生垮塌的建筑三、四层正在装修改造。一名保安透露，四楼在改造时可能动了承重结构，导致屋顶承重跨度太大而垮塌。另一居民则表示，像这样的老建筑楼板都是预制板，中间是空的，强度不够，再说都100年了，经不住折腾。该建筑百年前是一栋三层建筑，而第四层是1976年加盖。现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牌显示，该建筑是牟德利钢琴厂旧址的厂房，上海钢琴有限公司作为其管理使用单位。着火还不止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，这边还有火，两处。哎，为什么两处能同时着火的？怎么不能？它中间离得还挺远的，你看中间这块都没有烟。上面有个自拍。4月20日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下午4点航班，一直到21日凌晨2点多还没飞，乘客在机场等了11个小时。然后航班说要取消，乘客抗议。我们就等着，赔钱起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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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日本区医院，再大的医院进去都冷冷清清的，而且他们把看病的流程简化，不需要你楼上楼下跑来跑去。如果住院了，和家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家人该上班上班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不需要家人的陪护。不能自理的病人，不管是吃饭、洗澡、换尿不湿，都是护士的事儿。饮食更不用家人又做又送的，医院都配备营养调理师，按病人身体状况和需要的营养配餐，每餐配餐车准时来到走廊，由护士把餐送到床前。餐餐都不一样，餐餐都有水果和牛奶，每餐都有详细的食谱记录。在这里，多大的病症都不用怕，有医疗上线，像我
每个月医疗上限为35000日币，合人民币是1700左右。不管这个月我花多少，哪怕是上千万，我就拿35000日币就行了。但是收入高的就不是这样算了，像我家孩子年收入大约1000万日元左右。比如他一个月花掉25万日元，自己要承担8万日元三分之一的价格。如果超出了25万日元，个人就承担的是1%了。也就是说，假如花了1000万日元看病，25万以内个人承担的是8万，剩下的975万个人承担的1%，也就是97500。总计个人承担的是177500人民币的9000左右。这里没有高干病房。四人以上的房间床位是免费的，但是单人间很贵。我姐姐住院住的就是单人间，一天是18000日元，900人民币左右。也有更贵的，如果想住单人间，这个是自费的。四人房间也都是有帘隔着的，有自己的空间，而且日本人本来也比较安静，不会吵到任何人。他们的床单、被罩、换服，每次洗完后都要熨烫的。被罩里边的被褥都一块污渍都没有，非常干净。